哎，柯先生，您能谈一谈香港强推323条这个恶法之后，香港将出现哪些的变化和引发哪些在国际上的一些动荡呢？香港这个23条立法，可以对香港来说，自由是判死人，没有法律保障香港的人的自由，还有最重要就是商业 business 的自由，没有法律，什么人投资都非常的危险，没有保障，所以呢，令到香港可以说是一个跟这个国际团可以往来，已经可以说是死了，没有将来。对香港人来说，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以讲咧，今次咧，香港政府同中国共产党咧，喺香港立法23条咧，完全违反咗联合国国际公约嗰个言论自由。佢将呢一个言论自由对政府嘅政策有乜嘢嘅反应咧，都视为一个暴乱，视为一个这个煽动，与国际有任何的连结都视为一个勾结，其实呢就是令到香港变成一个死港，国际的贸易、国际的关系呢完全断往来，可以说对香港是一个打击，对中国都是一个打击。 The Article 23 I would say this law put in is to put Hong Kong to death sentenceThe reason is putting this law will be danger to anyone who do business because there's no law protection. If you criticize the policy, they will say you are inciting a riot and a threat to the state of China. This, they can put this crime on anyone, including Hong Kongers, including foreigner. I think thisunfair law will cause a big problem internationally. 那么我们发现呢，从近几年看，香港的自由空间被逐渐的压缩，它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向往自由的香港人呢逃出了香港，奔向世界各地，也来到了加拿大，有很多人。那么这个23条这个恶法一旦要推行了，但是现在已经推行了哈，就是说会不会再一次引发更大规模的香港人逃离香港？这个一定会，有能力的，有国家他们可以去的，他们都会。这个对香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些都是有很有智慧的人，有很多资源，他们人才就是资源。所以呢，影响香港的将来。香港如果是好好的回归一个好好的中国，对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可以讲香港今次呢这个立法呢，是对香港人一个很大的打击。可以讲有智慧的人呢，想得到他有条件走得到去任何国家呢，容纳他、收留他呢，他都会走的。其实对香港一个人才的损失、资源的损失。香港人才損失、資源損失是對中國的損失。這個中共的政府政權呢，其實是沒有想到呢怎樣去做好一個中國給人民，這個 是一個很可以說倒行逆施。 I think this article 23 set the law that will push a lot of people, Hong Kongers with wisdom and resources to leave Hong KongThis is not doing any good for Hong Kong and will not do any good for China. The CCP doing this is totally ruin the future of China. 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反23条的抗议活动是全球性的。那么这个呢，国际社会上都看到了。那么中共会不会也因此他能有所收敛呢？我看到现在不会，但是长远来说，对中国一定有影响，对香港一定有影响。我相信当权者他周边的人对他是不满的。可以说今次的立法呢，一定影响香港的将来。
这个今天看不到，但是很快就会看到。我相信当权者周边的人对他不满呢，我相信这个政权都不会站得久。 I think this article 23 will cost Hong Kong and China a lot. For the regime, I think the surrounding the people surrounding the regime definitely will stand up one day. 好，谢谢你，柯先生。Yeah, as one of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we really love Hong Kong. We don't want Hong Kong to be like Communist Party. We have no freedom. We cannot enjoy our democracy. Tha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nd a lot of Hong Kong people getting out from Hong Kong is because people knowing that the Article 23 will pass. So with this kind of law, we cannot safely live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worrying about our families, our relatives in Hong Kong. So we have to show we have to ask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democratic cities, everybody to fight against this Article 23. 那您能谈一谈23条这个恶法实行后，在香港和国际上将出现哪些的变化？首先呢，23条立法之后呢，香港会陷入更加黑暗的境地。共产党呢是一个邪恶的政党，他所造之树寸草无声。他不允许在他统治之下有任何存在不同他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他对香港的民主制度深恶痛绝。他现在除了颁布了国安法之后，又在这之上又增加了23条，是对香港政治和社会的一种彻彻底底的颠覆。他们曾经承诺50年不变，在英国残留下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下50年不变，但是现在呢，他们又改变初衷，彻底推翻了这种承诺，这是彻彻底底的不守信用的一种行为。我觉得香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好的前途，只能是越走越黑暗。那么，作为海外的华人，你想今后你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在海外作为人权的一些活动者，要坚持我们的理念，保持我们的旺盛的精力，持续不断的作为一种火种点燃大家。在我最近的一些经历当中，很多很多在以前的粉红都在我们不断的这个宣传之下，还有不断的这个说服之下，以及这是各媒体的鼓动之下，慢慢的回去转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找到了真相。在跟我们对峙的情况下，他们回去也会反思一下我们说的是否正确。现在很多人在慢慢的觉醒，这就是我们作为火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坚持。好，谢谢你，斯端。